长兴国乐团的目前的理事长，我是张文正。那这次我们举办这个演奏会，是我们每一年固定大概就会举办这样的一个活动。那今年的主题是，流光十岁了，意思就是说我们主要就是把我们台湾在50-60年代，代表性的一些乐曲啊，把它呈现出来。哦，因为这都是很经典的，譬如说董荣生的《杨林春晓》，啊，那像郑士生的《江坡无影》，啊，像夏言的《一驹两马》，都是非常经典的乐曲。另外，因为我们的乐团是以客家的乐曲为主，所以我们也有把一些，客家的乐曲经过，我们的指挥潘明密老师啊，把它重新编曲。那我们今年就是说，除了一些传统的乐曲之外，我们也有一些创作的乐曲啊，像我们的乐团里面的，施立宪老师啊，他也创作了一些曲，创作了一首《遥远的思念》这一首曲子。另外，陈荣华老师他也，创作了一首《归来繁花》啊，这一首，乐曲啊。那所以我们可以说，今年的这一次的演奏会啊，就是，有创新也有传承的一种意味啊。我们，非常希望，这次的，演奏会，能够给带给大家非常愉快的音乐享受。谢谢。欢迎
指挥哈密利老师。
刚刚我们所演奏的是迎春曲，一方面是迎接2018年的到来，同时也借着这首曲子欢迎各位嘉宾莅临观赏，谢谢你们。前立法委员王进士委员、钟孔昭立法委员，还有我们屏东县议会许荣耀委员、许荣耀议员、林威雄议员、蒋嘉煌议员、钟明辉议员，还有屏东市代表会的吴汉年代表、汪华雄代表、长治乡许玉秀乡长，以及前高雄改良厂黄贤喜副厂长，还有嘉兴银楼郑庆宏董事长，上礼堂幼儿园的苏振旭园长，由于他们热心乐团挹注经费充实我们的乐器，而且安排很多很多的社会活动的演出，所以我们长兴乐团才能日益的茁壮，在此感谢以上一直支持我们的单位及个人，谢谢你们。同时在这里也感谢并欢迎公馆国小李宗平校长、中小企业协会理事长林国荣先生、市民代表会主席林学忠主席、在新国小王美玲校长及家长会长洪国义会长、泰武乡长邱登新乡长，还有乡民代表参选人武家川先生，祝他能高票当选；义义书局周慧斌先生、崇南国小校长纪友明校长及家长会长杜杰西会长、上野堂幼儿园苏振旭园长，还有感谢民生国小校长洪家宏校长及会长广振宇先生、未来国小校长王景玉校长、会长陈文杰会长及万安南园温天明先生、青年创业协会理事长刘正伟理事长，以及屏东市市长陈雪清市长、中正国小陈文俊校长及会长曾东穗会长、新南国小陈淑蓓校长，以及叶老师、廖老师、林老师，以及屏东大学教授王志强、杨志强杨教授，以及未来国小的老师。感谢以上单位几个人致赠这一次我们演奏会的花篮跟花圈，感谢你们，感谢。还有我们有欢迎江南国中李玉珍校长、陆新中学家长会长杨福金杨会长、校长赖清龙校长、高雄市登珍国乐团团长宋刚元老师、指挥林一凤老师、学务长吴素昭老师，以及高雄市苓雅区中正国小老人社区国乐团吴明信老师，以及林秀美校长、林宪亮校长、钟文玉校长，在此欢迎你们，谢谢。
年代到七十年代的前辈所做的创作曲，我们选了三首。第一首，啊，我要用客家话来说，我是闽南人啊、哦。第一首是《西威俺家》，第二首《平淡平凡》，第三首《苍笋国撑船歌》。这三首是具有代表性的客家民谣，经过我们的指挥汤明义老师编曲之后，呈现了不同的客家民谣风味。其中《撑船歌》《苍笋国》又叫做《桃花过渡》，也就是说，闽南语的《桃花过渡》就是客家的《撑船歌》。第二首我们要演奏的是《阿美之凤》，这是这一次我们的演奏会唯一的一首原住民歌曲。这首曲子也是经由我们的指挥潘明老师重新编曲之后，成为一个国乐的合奏曲。大调的音阶活泼开朗，充分展现了原住民欢乐歌舞的热情。现在就让我们欢迎指挥潘明丽老师，也让我们一起来细细聆听。Thank you.
Thank you.